左侧开门。哟。哟 ，What's up？ 哎，你是特别幸运吗？对啊。哟。哎，谁帮我把那个游泳池门打开？开着。耶。Yeah。我也要上去，我们上床上上马什么什么？我们上马啦！哎，这个是不是？小心！这有限重吗？你往你再往前一点。聊一开，这里是东大门夜市的吗？还没有。嗨，我是他的友，对，是冠如，他是胖如，这是绯闻男朋友，没有，才不是，真的有人密他，问我说为什么，我是 gay 吗？我是跟黄木城在一起。这开始好，开始了，开始了。为什么？什么？为什么？哎，应该大家都知道我是谁。李欧文，对，就是我，就是一个很奇葩的外八男。哎，是不是用特写脚啊？骑摩托车载我，第一次被不是亲戚载。哎，稳的，对，很稳，超稳。好奇怪哦，就这样一条，然后两边。太奇怪。他是我兄弟。真的吃穷了，你在鱼脑哎！你怎么这样？你不烂脑？你要跟大家解释一下，就你不是一直在现实，然后就说我是跟你吵架的人。他就超爱跟我吵架。没有超爱，只有一次。因为我都不会跟别人吵架。有你有你有你有说过你有跟别人，不能讲不好说吗？众人太包容了，有没有很辣？是吗？他说这边的地名叫七星潭，原因是因为有七个小潭，然后六个在军营里面，所以被填平了，只剩下我们刚刚经过那一个。但是外地的导游都来这边，就是直接带他们来看太平洋。对，好，海堤。哦，来了，七星潭海堤。下面橛子好丑。哦，哎，捡石头要罚钱呢，靠，15000哎，为什么不能捡石头？把这个石头拿去卖吗？能卖吗？可能那么小颗，我不小心带回去，带两只墨镜出来，然后就两只都放在民宿。小王每天拍几张照就变身王美了。哦，司礼 ，Hello， 司礼，大哥，司礼说嗨，嗨，司礼，太平洋，我没有让米娅很累啊，梦乡，七星潭，早安梦乡，这不是海，你完了，我今天传给他，他会原谅我，你为什么叫婆婆？我长得像唐婆婆，很多人好不好？好像可能大家也很认同吧，可是我不认同。
我刚去，好啊，走啊。好。哎、欸，这椰子哎、欸。是吗？嗨。哦，我是廖玉凯，嗨。廖悠悠。他们就叫我廖悠悠，悠悠廖。秃鹰啊，气球啦。秃鹰是我叫的。对啦，妈妈桑也有啦，什么东西都有啦。为什么叫秃鹰？因为，发现很高。哈哈哈哈哈。刚超高的。耶耶！我还美人尖。好、哦，然后有你有美人尖吗？一点点。我小时候有一点。我们的行程。我们行程几乎都是他排的。对，排也没有很好。就是、不会啊，很赞啊。真的、哦，谢谢啊。赞赞。有什么绰号？每个人都绰号，就是你没有绰号。那你帮我想一下。我绰号很难想。看起来很难相处，但是。我人超好的。我好计较。你本来就要讲这个。哦，你本来就要讲这个。我说你，没有，看起来很难相处，你后面是要讲这个。我本来是要说还不错。黄轩。然后错后。章鱼。没有。嗨，章鱼。然后，我最近你刚才树。树懒啊，一样啊，都一样。对他还有一个绰号叫树懒，因为也是只考勇士。我们的 LINE 里面应该有 90% 都是这种废话。对，他最后已经直接忍了，就是在班上大叫丑八怪，他就直接回头啊！这是你害我的。这个是泰鲁格桥。这好像西普森哎。美姿，美姿，美姿。打石头，打石头，好多打石头。坐八千。到飞机，到飞机，来到青草地。What's up？ 我们要去当超人。我不喜欢这里有那个大恐怖狗狗。大小车都开过，都没有系安全带。没有。哎呀，这个事情大了。是啊。准备好了吗？没有。可以坐吗？可以。好，我屁股扭一下，屁股扭。对，好久。哎，我觉得缆车比较恐怖。站在地上吗？
有谁会听？哎、欸，没问题、欸、很好笑哎、欸。